啊，你好。嗯，我今天第一眼看见您的作品的时候，就觉得您的作品有一种很强悍的力量，特别那种变化，就是一种。就我想追溯一下，比如说您的一些生平经历，你是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艺术创作经历吗？就是早期的一些经历。嗯，是可以。其实我很早就接触到西方的一些美术资料，还是我在读大学的时候，因为78年的时候，那个原来叫浙江美院，就是现在中国美术学院，他就出了一套叫《外国美术资料选》，那个内部当时叫内部刊物，我们从学校就汇钱去买，对那些我就很早就很感兴趣。实际上我吸收西方的一些现代艺术，从79年就开始，79年到80年，我的有一幅创作叫《无题》，其实就吸收了西方的那个超现实主义的一些因素，作为我的那个毕业创作，那我是在江西师范大学的美术学院从那里毕业的，我是就是77年，77级，当时叫。学的什么专业？师范院校的美术专业它都是大杂烩，油画、国画、水彩、水粉，当然素描是基础的，也是都要学，那还学了一些工艺美术的课，所以什么都有。那么这样一个背景和基础也使得我对多种艺术都有比较强的兴趣，当然最主要一直喜欢的还是用宣纸作为媒材和画布作为媒材，也就是油画，一般叫的油画和国画，当然后来我把很多材料综合起来使用，那毕业以后就是江西师范学院，最初叫江西师范学院艺术系美术专业，我的大学是这样一个背景，然后工作了5-6年，就考到广州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工作也是在江西，对，在江西一个学校，对，在学校当老师，就是这样，所以基本上是当老师一直当到现在，不同的学校我都待过，中专的学校、中学，然后就是专业的美术学校，我在广州美术学院也，就是说担任过教学1年，然后是在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有10几年，时间比较长，那对我来说这样一个经历，所以我到90年代初的时候，我就使用这个综合材料来表现我的这样一个艺术。那这个综合材料具体说，其实里面有水墨的成分，有油彩，还有中国特有的材料，像金粉、银粉和银珠，这样一些特殊的材料，还有中国大漆，那么我把这些材料，并不是它本来意义上的这样一个使用上的美学结果，我恰恰可能是冲突的。那么我们知道，就中国这个漆画或者是工艺美术，其实它的那样一个作用和特质，就是和我这个画可能有很大的不同，因为我从事的这个结果可能是一个很显然的一个当代艺术的这样一个探索的结果。但是我到了00年以后，我的这个画可以说画风吧又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是很自然的走到这样一个过程当中来，那么使用的材料就主要是油彩和丙烯，但中国大漆还是也有，没有油画，油画方是那个黄老师，对对，我是综合材料，就是我叫就是00年以后有一部分作品叫重造培根。对对对，当时为什么会选择用培根这个
这个形象，他创作的一些作品。对，可能就那段时间特别对培根的作品，培根的作品虽然我并不是说是零零年以后才接触，很早就看过，但是零零年以后对他的话有一种特别的感觉，所以有很强烈的欲望，就是想对他进行一种改造，然后基于自己的一些艺术的一些前提，所以我在开始画的时候要在这个画布上做一层底子，水墨的底子，或者是丙烯做的这个底子，然后再用这个大漆进行，就是说油漆一遍，然后在上面再用油彩来进行画，画了以后可能又漆，漆了以后再画，那么从氛围上来说，我觉得就是说和培根是不一样，因为培根他是喜欢在室内，以室内为背景。而且它的背景是比较十分的，就是说可以说相当亮的，它喜欢用粉红色、粉绿和黄，有些甚至是白的这样一个做背景。那么我经常会用一些水墨做背景，是很深的那一种氛围。而且我的空间比较广大，我的背景的空间，像这是在这里K艺术空间展的那个玫瑰与蝙蝠那个三联屏就是这样，水墨作为背景，它的整个的容纳范围很广阔，然后上面对培根的一些造型进行一些就是改造，就是我讲的一些那个就是您刚才在有一件作品，那个是望远镜还是什么？对，那个望远镜是我很早的一个，可以说我的绘画作品的一个副产品。原来在广州展出的时候，就是和那个大伟像工作组联合展出的时候，那么我也是主要是展绘画作品，那么其中我就在一个空间位置，像这个墙角的这个地方放上这样一个不锈钢管，实际上我称它为伪望远镜，伪装的伪，伪望远镜。跟我们平常看这个效果有什么？有点不一样，因为这个不锈钢当然跟一般人家使用的不锈钢管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但是好像在我的所知道的还没有人这样使用过，就不锈钢管作为一个就是说观察画的一个媒介，就通过这个不锈钢管来观察这个画，跟你直接看到画的效果是不一样的，里面有一些光轮，那个很多颜色组成的有那种光学的效果，有一点像万花筒，当然不是很像，那么这样人家在看花的时候拿到这个在看，有一种意外的这个收获。这是你哪一个时代？92年，这个不锈钢管的92年，里面有一些那个综合媒介的也是92年、94年和95年的，那么还有两张这次拿来的是画在绢上的。那个主要是水墨和丙烯还有炭条完成那个作品，就是黑白的看上去，那个画在绢上，那个是九七到九八年两年间完成，一共有4幅，这次拿了2幅来。有没有一些受过影响的一些流派呀，或者艺术家？对，这个是肯定会受影响，就像我刚刚讲，我在大学就很早就接触包括后印象派，像塞尚，我一直就很喜欢他的那个作品，包括达利呀等等这些现代艺术。那么后来又接触西方当代艺术，我都特别的喜欢，我特别喜欢新的东西。当一个东西成为视觉惯性的时候，我就会非常的厌恶。包括当代艺术当中一些成为流行的时尚的东西，其实我都觉得已经走向了当代艺术的这个反面，或者叫前卫艺术的这个反面，它就失去了它的这样一个提供新的视觉经验的这样一个契机或者动力，就是。但是虽然我喜欢看书，但我不会我同时我又不喜欢在自己的作品里面进行一些图解观念的那个做法，所以我
希望作为视觉艺术，它应该是比较尽可能的是在视觉层面上做我的这个探索。我不希望去图解一个简单的，甚至于很明确的，或者所谓的暗示的已经很明确的那种观念倾向。所以我的话，我相信经常会产生不同的这种视觉感受的反应，也就是说不同的观众他会有不同的这个解读。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很满意。如果一个画只有一个解读的这个结果，我就觉得很悲哀啊。所以如果我有某种艺术的观念或者思想需要很明确的表达出来的时候，我喜欢通过文字。因为有的时候我也写，因为你们也问到过这个问题啊，写一些文章啊，那么我就会直接在文章里面。我还写过一本就是谈中国古典文学的，叫文学彼岸性研究啊。比如说我有这种思想，我就会通过文字表达出来啊。但是视觉的这个创作其实跟这个是没有太大关系的，因为我觉得这两种东西它是不同的，是吧？语言写文章，你哲学思想通过语言要表述的比较到位，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尽管你的思想可能很艰涩，像德国哲学它就很艰涩，但是它还是要把它的思想完整的通过语言表达清楚，能够明确把握它的思想，是吧？存在主义哲学，是吧？语言哲学、分析哲学，它那些都要很明确的表达的是。但视觉的艺术，它应该主要通过视觉给人家产生一种视觉的刺激，也可能里面会有，肯定里面也会有作者的思想，肯定也会有我的思想，但那个思想可能不是特别的明确的，我也不是可能也不一定是反讽的，也不一定是什么很明确的针对某个社会现象或者政治问题的，是这样啊。那么我如果对政治问题有我自己的想法，我会写很明确的、很就是大胆的这种批判文章，我都写过。有的时候他在大陆不能登，他台湾别的地方他也会登，就是。你有一篇论文叫？艺术无常论，对对对，这个就引来很重要的一个很引来一场很大的这个风波。原来我在广州美院读研究生，毕业论文就叫艺术无常论。对，本来这样一个观点，其实在一个对艺术有基本理解的人来说，这个观点应该不是特别的尖锐和可怕的，但是对一些比较保守和固守一些教条的人来说，他就不能接受这个。尤其是当时的一个所谓的专家，他就觉得这个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原理，对，把我这篇论文就枪毙了，最后导致我不能毕业，就不能拿到学位证，就有硕士证和毕业证都没拿到，就因为这个论文。里面无非是谈就是说艺术它是没有固定的、不变的这样一个准则和规律，所以我题目就叫《艺术无常论》。里面从艺术史、艺术现象、中国古代艺术和现代艺术、西方的传统艺术和现当代艺术，就是说摊开、总结，得出《艺术无常论》这样一个结论，就引来这样一个很大的风波。当时当然年轻的老师和研究生，以及很开明的一些老师，他都很支持我的这个观点。其实，所以我就是说，对中外，应该说古今中外的艺术，我其实都有很浓厚的兴趣。我不是一个，就是说，并不是一个非传统主义者，尽管我的作品，就是按那个法国的那个收藏家叫 DDI， 他写了一篇文章，一个非传统的个人主义艺术家，那个我给过，就是就很多人网上可能也有，他谈到，但是从我的视野和我吸收不同种类艺术的这样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我对传统的艺术，不但是不排斥，而且我特别的喜欢。特别通过我的这个画，92年到98年的都可以看得出来，无论是那个综合媒材的，还是画在那个绢上的，都有很多中国山水画的一些元素在里面。同时也有西方的一些绘画的元素在里面，把它交织起来。我特别希望在我的画里面有一种很广大的这样一个空间，这个空间不仅仅是说它容纳的范围广，另外它的那个文化因素上的反差造成的空间也特别大。因为中国传统的这个宋代的山水符号和西方的一些艺术的这个元素，乃至于西方的这个摄影，放在里面，它形成一个特别大的这样一个反差，所以我在里面进行这样一种交织，但主要是通过，就是说驾驭这些材料和形式的时候，我主要还是基于绘画形式本体上的这样一个感受来进行这个探索，和创作，并不是说一定要表现一个很明确的图解我这个所谓文化反差，因为很多人他并没有直接看出来，我是要在里面表现文化反差，尽管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这就是我说的，其实视觉艺术我还是更希望他通过视觉的语言，而且我特别喜欢一张画，它有很强的这样一个绘画性，你画出来其实不论怎么样都会有艺术家的这样一个观念和思想，只不过它不是一种图解或者是叫暗示，虽然叫暗示实际上已经很明确的指示出来的，我不是太喜欢那种观念指向的那样一种说法，尤其是把这个说法作为一种赞美视觉艺术，我希望视觉艺术应该是有不同的这样一个视觉的效果产生的，就是对不同的观众有不同的这样一个感受。那纵观你的一些创作历程，你觉得创作的时候有一些存在一些困难吗，或者是一些其他的不足？对，那这个肯定是，就是说因为艺术它本身最有意思就在这个地方，它尤其是现当代艺术，你在创作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种实验和探索的过程，如果是一种既定的那就没有意思了，是吧？那所以为什么传统，当然传统它是很有意思的，有些人他完全继承传统，是吧？它有一个预定的这样一个效果在里面，可以把握我要画了什么效果。那么现当代艺术它可能最有意思的是你在探索，探索过程当中肯定就它不是那种就是说可以叫什么，就是那种很顺利的，是吧？很按照预测的这样一个路径来完成的，那么它这个探索过程最后出来的一个结果可能令自己都会产生意外，是吧？有的时候当然也不能达到自己想象当中的那样一个目标，成为另外一种目标，但最后看自己觉得这个还有意思，那就展示出来，可以拿出来展示，觉得不满意的就把它毁掉，就是这样。所谓的困难应该是这样，它肯定不会像日常生活当中做事情碰到的那种困难，那是完全不同的，是吧？做事情困难，比如说你要造一个房子，你没有砖或者没有技术，因为我对自己的这个绘画的这个技术还是非常的自信，因为由于这个师范的这样一个学习方式，东西方艺术我都有接触，而且我都非常感兴趣中国画和油画，所以我实践的非常的多，我很多种风格在年轻的时候就这个模仿过，写实的我其实年轻的时候也非常感兴趣，我画过很多写实的人物静物还有一些古董二十几岁画的，那后来那个还对对对还选作最初的是比如说最开始是
我读大学的时候是17岁，毕业的时候就21岁，所以很年轻，就第一届嘛，就恢复高考叫77级，就是达到40班，所以我的这个绘画时间应该是比较多，因为我也很热爱这个，没有事就写生创作，所以那个时候的作品，但是我当时就，我对这个参加展览和发表呢，就不是特别的在意，年轻的时候都是这样，其实现在也仍然是这样，所以我做的展览也不是特别密集，不是特别的多，我最感兴趣的还是自己一个人在画室里面的那一个创作的过程，所以我那年轻时候画了那些写实的，到应该是2000年吧，2000年才被一个出版社他很感兴趣，河北出版社，他出了一本叫《中国高等艺术院校实力派油画教室对话录》，他那个还是作为就是高等美院的那个油画的教材，就是全国这个美院的老师，油画的老师的作品选进去，大部分是写实的，我也是拿一些写实的，都是那个20几岁的拿一些，他叫我多拿一些，但是后来我也没画了，就那些原来从来都没展出过，对，因为我自己很少参加那个作为教材的那个书，现在可能书店的他还有，他经常会重印，因为他做教材嘛，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比较感兴趣的一件作品。就是每个时期的作品，我拿到这里来展的，应该是也是我比较满意的。另外还有一部分在纽约的那个，切西区的画廊展出，有8幅作品在那里，有4幅是，早一些年画的，就是包括90年代，00年代，还有4幅就09年画的，那个就还没有公开展出过，那就是第一次就在纽约。展出前段时间也运去的，最感兴趣的连我自己都没有去总结，那我对这个1995年画的那个我叫天文系列，有4幅作品，其中有2幅，比较感兴趣，有一幅好像在这里展。有一幅就在纽约展，那另外就是那个画在绢上的，对，但是绢上它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中国的这个材料，它的那样一种，比如说它的黑，它的那一种黑里面发光的那样一种深度，不容易出来，所以后来我就没有画这个绢上的这个作品，那个绢上的作品有很多都。对他们评价很高，中国的外国的他们都很感兴趣，所以法国有一年的那个驻广州领事馆的文化项目有一个就是介绍中国的这个当代艺术，他就介绍了那个绢上面的，现在有2幅在这里展的，那个我自己也比较感兴趣，那么最00年以后这个培根系列的应该说我也比较满意，但是就是自己和有一些看的这个朋友或者专家他也有一些他们的这个看法是吧，因为培根的这个艺术的视觉的符号特别的强烈，那么要吸收它或者引用它就很容易让它居主导地位啊，但我基本的意思还是希望改造它，也并不是一般的这个就是说吸收，有些同学我基本上是按照他的那个来画，然后另外一部分可能又进行改造，他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既肢解又集中的那样一个做法，我又对他的进行一些肢解，还有就结合一些别的艺术啊。把它就是说穿插在里面，那么所以有的观众说他说比培根还培根，有一个美国朋友他可能明天也要来就是说采访我，就是他准备在香港做那个策展人和批评家，他在北京待了
很多年，叫罗宾那个，他可能明年会，他也提到过这个问题。是，我想既然比培根更培根，说明跟培根其实还是有距离的。就培根的话，因为我过去没有看过培根的原作，都通过印刷品，那么无论通过印刷品，还是我这次一月份我就去了纽约，就看到了培根的一些原作，我觉得都很与他还是有相当大的距离。就是首先一个我前面讲的，他的背景和氛围是不一样的，我都跟他。另外就是说，他的那个绘画的那样一个油彩的那个肌理，他是画得很薄的，实际上。尽管它的造型很怪异，给人家的印象很深，但是它的基本使用材料它是很薄的，那我的那个颜料是画得很厚的，那个肌理是很强的，加上造型，可能我也在一定程度上，在某个方面可能比它走得还更加极端，所以从几个方面，我觉得就与它有不同。但是以后是不是还是这样画，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都很难把握。我经常会根据自己的这样一个状态和一个欲望来表达自己，我不是特别的在乎人家说我的话有没有意思，好不好啊，大家承认的人多不多啊，是吧，否定的人多不多啊，所以那个 DDI 他会说我是一个个人主义者，就而且是非常极端的个人主义者，我不在乎人家对我的话的价值有没有，就肯定不肯定那么在乎啊。当然我希望他是有更多的人承认，但是我不会介于人家的这样一些批评。当然我还对人家的意见我还是会很认真的去听，但并不妨碍这一点，就是这样。所以以后可能继续怎么样画，我自己也没有很明确的一个预测和把握。可能我要在工作室进入一个状态的时候，他可能走到哪里，就自己觉得很兴奋的时候，就走到那里了，是吧？可能走到那里，这个就不能预测，就是从2000年以后，2003、2002我就开始进入这样一个状态了，就跟原来的就不一样了，就慢慢就画出这一批来。那等到这个《性爱与文明》，我就觉得又与培根的应该是距离又大一些了，就是这样。有些那个背景，就是这个像这个《性爱与文明》，有些观众就不知道那个背景是什么东西，就是看半天可能看不出来，但知道有一个很奇怪的背景，就是红的和黄的那个，有些人会把它看成那个山水或者什么东西，有些人看成别的，我觉得很有意思。实际上我那个里面那个背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出来啊，是色情图片，也是一个非常应该说非常明确的色情图片。由于我上面画了别的那个造型，就对它进行一些对一冲击。因为我对色情艺术虽然感兴趣，但我同时又不希望我自己的画是一个很明确的要暗示我在这里做色情艺术了那样一个结果，因为我特别不喜欢那样。但我虽然有这个元素，最后我把它就是加以这个变化和一些就是说改变，使它造成一个不是那么确定的我喜欢一个画它不确定不稳定的那一个效果和视觉感受连我自己可能在不同的时候看都有不同的感受那就最好。对对对，西方当代艺术就是介绍西方当代艺术的，因为我刚刚讲过我对西方的现代艺术当代艺术我都非常的关注所以看了有的时候就会收集一些资料的，就把它编成那一本书，还请这个外语好的朋友
天津梅的话，他帮我就是把握下那个外语上的一些翻译的那个问题，把它变成一个。我经常做事会根据自己的性质，一下哎一想把这个编成一本书了，可能一下一写那个文学彼岸新研究。但是我当然最就是说最有热情的还是对这个视觉艺术。那么某一段时间我对要把自己这个对中国古典文学彼岸性的这样一个问题表达出来，通过文字，这个我觉得绝对不能通过绘画表达出来，因为这是我的一个发现，对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一个成分或者说问题，而且从来没有人谈到过的。我连做这个文字的这个东西，写文章或者做书，我都喜欢是人家从来没有做过的，所以那篇文学彼岸研究在答辩的时候也引起很大的争议，但是它的结果不同，就是说这些博士导师还是有很多非常的开明，那还是通过，最后还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啊。所以我的兴趣就是说比较杂但是最喜欢的导演还是视觉艺术。我觉得像您就是涉及这么多领域，然后那有些批评家可能不会把你归为哪一个风格里边，那你怎么看待这个？他我想没有人把我归成哪个风格，对，因为我这样这对我来说我特别的开心，因为如果把我不认识我的画其实也没有人归为某一个流派，尽管也有不少的批评家他也进行一些批评那么我不是任何一个流行的或者是不流行的所谓的画派流派里面的一员，那我非常的开心。那我像我那个文学彼岸性研究也是很难归到哪个文学理论的流派里面，也是这样啊。所以而且我的文章出来有的时候写经常会引起甚至会引起很多批评家的反感，因为我的观点都比较的激烈比较明确对，我的行文我也比较喜欢那种有激情的同时又讲究那个这个修辞的，我是喜欢这样，但是我的观点很明确，当然这个观点明确不是说那个观点是很简单的我而且比较喜欢有深度的这个观点，像我觉得我的那个文学彼岸性研究就是对中国古典文学挖得比较深的这样一个观点。那么画也是这样，回到视觉就是我也是我不太喜欢一张画非常的浅显这个浅显包括就是说你绘画语言简单，绘画技术贫乏，所以我有一句我自称为可以成为名言的，就是说一件视觉艺术品如果它的技术语言贫乏，必然导致它所要表达的观念的廉价，就是说你说你有很好的观念，但是你的这个就不光是绘画装置，也是讲究技术和材料的，你的技术贫乏，艺术语言很贫乏，那么你的观念必然是没有价值，就是这个意思啊。啊，对，虽然我原来就是说没有做过这个装置，其实可能等到某一天我有这样一个就是说感觉、直觉或者想法的时候，我可能也会做。本来我这次都想做一个这个装置，但是这里的空间比较小，那就在以后有条件的情况下，也有一个想法要做，或者我就去纽约做也可以。因为我那个画现在还在展，一直要展到明年，就是2010年的时候，那么去做一个这个与那个冰有关的，我叫它叫它创世纪，借用那个圣经的那个名字。从图像的层面来讲，我觉得您的作品就是东西方的那种。一种感知方式吧，就是视听味触这个不同东西方的那种感觉，真的达到了一个统一。我对这个形式是统一是比较重视的，
所以我希望它是一个非常对我来说是完整的一个统一，啊，对人家来说未必是，但这个统一里面是应该包含着很多变化的，啊，包括作者的想象力，包括激发观众的那一个想象力，以及它的不确定的这个因素，就是我所讲的宇宙的无穷变化以及它的矛盾，都能够包含在这里面，就是但是它的形式对我来说，我追求一种比较完美的，你的技术完美，你的细节的精彩和无瑕，完美无瑕。比如说，就是看他的绘画，你能感觉到他的思路、他的理念，包括他谈艺术，包括他所表达的风格，都是你能感觉到他是一个很独特、很自我。就是他那个心理世界，可能不是一般的人都能够进入或理解。这一点呢，这一点我觉得使得就是说他的艺术很另类，也很特殊。我觉得他原来比如说他在广州美院读研的时候，他那个时候是他功底很深的，这是很中国化的艺术，很本土的。但是他后来他又搞水墨，搞中国画，那现在他后来又搞一些这种油画丙烯啊，这个就是他这个跨度很大，然后跳跃感甚至也很强，就是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变化型的人，就是你很难把握或者永恒不变的那种感觉，他不是这样的艺术家。他的思维是挺艺术，其实气质也是很艺术，另外做人呢很真实，很实在，也不虚伪，也没有客套。但是对谈得来的朋友啊，或者说同行，他是很善于表达的，是这个很善于这个谈吐，他也有很多自己的那个观点和想法。这是我对他最深的印象。觉得很诡异，很这个幽僻，也很奇特，那个也很深邃，而且我觉得呈现了世界的一种那个，就是世界空间的那种多元并存的那种感觉。就其实也像人的思维，就像也有点像现在的视频乱码的那种感觉。我觉得世界本来也是这样，其实他那种绘画，我觉得。挺传达对这个世界的感觉。其实人们说现在叫什么读图的时代，其实影像的时代，其实我觉得他那张画特别让人们闭上眼睛，是对这个时代的一个整体世界影像的一种印象。从我个人偏好，我更喜欢他那一类的作品，而且那一类作品里有很深的浓郁的那个中国文化的底子在里边。比方说他利用一些古代这个名作、山水名作的一些作品做一些层次哈，感觉做一些底蕴，让人有一种古和今的，就是时空的一种错置，或者说交叠。其实人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当代当下的，又是永恒的。其实他那种东西我觉得比较独特，比较深。